整一个扣都到这个刀盘的，对，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位置，嗯，这是一号啊，对，嗯，一号，对，前面这个左右，一号是 Z，对，160，嗯嗯，小手挤不挤不好定啊，嗯。冬天来一件是快销，对，这个应该是快销，应该是啊，也是离上三到五毫米，嗯，三到五毫米，好嘞，252，253，嗯。这都是招数值参数来输进去，招数值四个数值的，嗯，这几个数值输进去，所有的瓦盒都是这个，一个瓦盒一个瓦盒一个数值，哎，一个瓦盒，对对，招这四个数，每一个活都是招这四个数值，嗯嗯，挨不齐，对，这一个下边这一个第十行上，第十行，啊，这这一个，对，第六十。前山是哪一个？我也想不到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个。这个是山树第一个。这一个，哎，不是山树。前山。Backspace，应该是F，你F3应该是往后走一下，往前走一下。嗯。我看一下吧。能不能有没有呢？我也不明白。在哪个了？在页面的。253，啊，改成160，嗯，然后第二十，嗯，啊，然后下去，十二行上的这个，嗯，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数，改成220，二百二，嗯，对，然后23，然后14行的这个是第三个数，嗯。253，253，18行这一个，嗯，是第四个数，301，然后把这一个16行的，嗯，这个数改成220，253跟301之间，啊，啊，把这280、290。就可以啊，对，这都不用动了，29，对，290都不用动了，嗯，啊，就改这几个数，然后按位置键，定位，嗯，按照位置键返回工作画面，嗯，然后选择自动，啊，现在都可以放货，正常生产，嗯，你们试一下吧，这就是放都没有事儿了，对。速度调快点，速度按照 S 的出速度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来放 Must log in put in this way the letter outside
子。第一个炖了它有料，能泡红的也行。嗯，泡第一个泡红的。它这个猫的这个身前是也是靠自己跳是吧？这边有个摇板，要往脚这边撒那样。啊、哦，这摇板是管高低的，管着平台的高低。对，管整个平台的高低。啊、哦。哎呦，这感觉我脚。那皮那皮货那套好以后咱就不找了。啊、哦，一个号一个高度还是说一个号一个高度？那皮货的话都赚钱了。下回就是跳跳这个时候，然后再试一下，然后再慢慢跳的。你跳等一会儿，好好等一会儿，那好。啊、哦，明白了。我要洗澡，我要下水。这个这个，到我那山里边，走这山里边都是。走走这个前面那个山里。那大概能小一点。嗯，这个地方的活不要太少。嗯，少了它就划不来，钓越多越好。它这个什么是花盒是？嗯嗯，也是花盒是，这花盒是一个，咱洗的也少，往上提一点，这个就啊，就看它要求深浅了呢。对对对，要往后排多了。嗯。他这也是三项的。三项的。这个是。什么作用？这个是三位抬棺，另一代就是托板暂停。暂停。嗯，再往暂停就是主轴停。主轴停。对。最左边是。另一代主轴开始旋转。嗯。再拧过来，就开始正常工作。工作。嗯。再一个是循环启动。啊。再一个是急停。急停是啊。啊，对。这两个是系统的总电源抬棺。啊，系统的，这一定要是连两头一直开着才。啊，你正常干活儿，不用管这个。啊，不用管这个，他就是说放假来的时候开关机。然后这门儿都看，我现在接了接。小一点都没有这个。对。他这个平时又会有什么问题啊？或者说不干活或者有什么暂停什么的？正常，不然把这个接住。正好这掉了，放槽子放的正，没有偏差，别往外掉它就没事。啊，这还基本没事。啊，这儿基本都没事。系统也不会有，一般不会出事。这我调了接头，这往槽子这放货必须得放进去。其实这些没有多少键，你们都是设置好像给它。
我是怕他自己，他自己。现在咱用那么钱没法儿。我就怕他自己都是回去之后自己白顾自己，他有可能什么自己再去做参数，自己设置嘛的。我担心这个。参数不用动参数啊。他要是自己弄这个，有那个什么备份那个 PLC 的资料吗？没有，可以恢复正常。可以恢复正常。对。恢复正常以后，所以我以前改过参数都重新改。那这个有备份吗？你现在参数？程序都没了。啊，那你现在参数都也没有备份，都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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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备份。咱俩都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用了。嗯。那他要是出问题的话，都没参数了，还得重新。有参数了，他有你的人恢复正常以后，他也有原厂出厂参数。有正常需要改动几个，就是说他走的步数，这上面每走一毫米，他都必须就是走一毫米。啊、嗯，对对。如果恢复正常的话，他走的位置有可能不对。对对对。嗯，当然都属于外，不例外有。他意思是你这个参数，比如说恢复正常之后，你这个参数没有让他一般情况下这个东西，上面的参数不要动。啊、嗯。参数不要动，不要恢复正常。等会儿。这操作的一个程序。